大家好，我是阿盼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Rode 的 Wireless Go 2。今次是一开二的，那是非常之好的，因为拍 Vlog 的时候就不用将麦递来递去了，尤其是情侣的时候就更加方便，男一个女一个就可以做到了，不一定是男女的，可以男男。再配合埋呢個 keep 麥咧，咁就夾住咧，咁你就唔使拎來拎去啊，更加方便，隻手可以騰空翻出嚟去做某啲動作，或者係一個去玩啦，咁就更加方便啦。咁呢一個係有個讚噶，分別一個接收器同兩個發射器 ，size 咧同 Wireless Go 之前咧係差唔多嘅，咁仍然都好方便啦，直接都係一個夾喺度已經可以做到噶啦。咁同一樣啦，都可以擺 hot shoe 位啊。用夾麥嘅時候咧都好方便嘅，只需要你插翻個掣。开翻住机就用得噶啦，跟机嚟咧有三条 USB Type C 嘅线嘅，咁就方便你同一时间插电，唔使插完一步再一步嘅。今次要赞一赞佢嘅改良咧，就系佢个 dead cat 佢个防风套咧系非常非常之稳健嘅，咁咪摆咗落去咧，其实系唔会甩出嚟啦，因为上一代咧系经常咁甩出嚟噶，甚至系唔见咗好多个都会唔奇嘅，因为真系掂一掂就甩。呢一个咧改善得非常非常之好啊，呢个系一个赞嘅真系。跟住嚟紧咧，我哋又试埋佢嘅音质。同上一代對比有咩唔同呢？咁喺攞機嘅情況下，聽一聽個音質先。相機機身收音試麥1 2 3 1 2 3，相機機身收音試麥1 2 3 1 2 3。Wireless Go 一試麥1 2 3 ，Wireless Go 試麥1 2 3，試麥1 2 3 1 2 3，試麥1 2 3。Wireless Go 二代試麥1 2 3，試麥1 2 3。Wireless Go 二代試麥1 2 3 1 2 3。Let's go, see my, keep my, 1 2 3 1 2 3, see my, 1 2 3 1 2 3. Let's go, 二代用 keep my, see my, 1 2 3 1 2 3. Let's go, 二代用 keep my, see my, 1 2 3 1 2 3. Saramonic 嘅 keep my, see my, 1 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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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大家都聽到啦，個效果咧就係咁樣樣噶啦，咁就可以自己評下究竟用邊一個啱你啲啊？如果你一個人嘅時候，梗係用 Wireless Go 啦；如果你兩個人用 Wireless Go 2，係比較優勝少少噶，我覺得。咁佢收音嘅功能咧有兩個嘅，一個咧就係左右聲道分別兩條聲音去喺左右聲道，而另一個功能咧就係一條聲變曬兩個 channel 嘅，咁可以喺個畫面裡面見到嘅，好容易分辨到啦。兩個麥你都見到有 signal 啦，跟住再見到得翻一條 channel 咧。咁就代表將兩條聲變成單聲道一條聲㗎啦。只要將上面呢個機頂兩個掣同一時間撳住咧，咁上面咧就會變成咗分兩條 channel 㗎啦。都係一個基本功能啦。我只需要撳一撳機底呢個掣咧，咁佢就會瞄咗條聲㗎啦。咁我撳一下咧，佢就著翻㗎啦。咁跟住或者係校大細聲啦，中間呢個三角形仔咧就可以校到呢個大細聲嘅，一下一下咁樣。但咁佢就要兩條聲一齊校嘅。基本上拍 Vlog 嘅功能咧，我哋都講咗啦。咁佢一開二呢樣嘢非常之大嘅改善啦，同埋呢個毛毛套咧非常之大的改善，已經唔會再跌出嚟啦。咁喺而家香港咧成日都行山嘅情況下，防風套係非常之方便嘅，因為上到山嘅時候咧，真係會有好大風咧，會聽到風聲咧，基本上聽唔到人聲嘅。咁呢個防風套係好有幫助噶。咁最後尾咧，我就想試咧，就試唔到呢個遠距離啦，因為我真係唔可以揸住部機好遠 zoom 啦，除非我有呢部。zoom 到上月球嘅相機之外咧，其實如果唔係咧，我都好難可以試到究竟遠距離佢嘅收音有幾多啦。咁正常拍 Vlog 都好少會行到200米咁遠啦。咁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勁嘅改善嚟噶。仲有其他功能咧，可以接駁咗電腦之後咧，用呢個 Rode 嘅 Central 咧就可以開啟噶啦。咁佢嘅功能就有接收器嘅 setting 裡面會有背光燈嘅開關、音量調校嘅級數有3級或者10級、音量大細調校、單聲道或者雙聲道調校。而呢個安全頻道咧，接收器會用正常嘅聲音輸出，而發射器嘅錄音咧會低20dB 噶。背光燈或者係靜音，跟住有電池啦，同埋時間顯示噶。而發射器裏面咧有呢個錄音掣啦，隔離有一個靜音鎖。錄音嘅時候可以揀廣播級質素無壓縮7小時左右，或者係普通質素43小時左右噶。而錄完之後播放出嚟咧都好簡單噶，直接喺軟件裏面可以播放之前嘅音訊噶。而另外一個功能咧，我覺得大家都會用到咧，就係插 USB 落你個電話做一個拍攝，佢當無線麥咁樣用。咁當然啦，唔係淨係電話嘅，佢用電腦都可以當無線麥咁用嘅。咁就可以做到一個 live 嘅時候咧，你都可以當無線麥咁用啦。電話開 live 嘅時候都可以用無線麥咁用。咁呢一個係非常之方便噶。
電話收音呢 part 咧就要留意翻啦，唔係全部電話都會分左右聲道噶，有啲係單聲道，所以你要轉翻單聲道去錄音咯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就變咗係得一條聲嘅啫。咁呢一 part 就要小心啲，要注意翻噶。而基本上咧，舊嘅配件你都可以用得翻嘅，例如呢一支嘅採訪麥嘅套啦，咁亦都可以用得翻，直接插翻落去就可以噶啦。咁啊，其實都非常之方便噶。咁我都覺得呢支麥都好好用嘅，因為佢嘅收音都唔係差嘅。咁啊，擺近啲咧，其實喺側邊嘈吵嘅聲音咧都可以降低嘅。雖然佢冇真嘅收音麥隔到咁多聲啦，但係佢起碼都可以收到主角講嘢嘅聲音嚟噶。呢一個配件都可以用得翻噶。綜合嚟講咧，佢都已經係改善得非常之好啦。一開二呢樣嘢係非常之好啦，跟住再加埋毛毛套呢個防風套啦，就已經係非常之滿意啦。咁至於咧其他功能咧，我都覺得好滿意啦。咁都冇乜話可以挑剔噶啦，連電話同埋電腦都可以用得到咧。咁基本上呢個改善都非常之大啊，同 DJI 嘅Pocket 2一樣，非常之大嘅改善啊。咁啊，美中不足嘅就係一開四咯。大致上我拍 Vlog 會用到嘅基本功能咧，我都講咗噶啦。咁如果我有講漏啊，或者你想知道更加多嘅咧，歡迎喺下面留言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可能都會拍多條片關於其他嘅功能啊，或者大家想知嘅嘢嘅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咧嚟到呢度啦。咁我下次有咩分享咧，再同大家見。好啦，拜拜。中意就赞好，分享俾朋友睇，订阅完之后揿钟仔，下次抢先第一批睇。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IG 仔 ，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有嘢睇，喺下面留言同我哋倾下偈。下次见，拜拜。